快车。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飆股特快车，我是文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啦。今天啦，台股大跌86点，我老师啊，涨啊美股盘起呢，美股涨呢，为什么台股今天杀？根本人唔知，你若有持续看我的节目啊，你根本不会害怕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，等一下翘卡冷水手啦，对不对？老师今天卖了86点，你是安那了了欠卡冷水手？我刚无甲你预告，你若有逐天看，你拢知影会发生啥物代志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已经看到未来了。老师啊，收喊啦，我是安那看到未来？我若无互你看到未来，你会知影今仔日大咯。我若无互你看到未来，你在股票市场会大赚。来，什么叫看到未来？我逐天讲啦，我要让你看到未来啦。啊，怎么让你看到未来？很简单哦，领先市场，别人不知道，你先知道，你就可以赚得比别人多啊。老师啊，今天假哦，看到未来呢，够才行。看到未来呢，来，今天你落背两点哦，什么叫看到未来？我们不要讲太远哦，就讲上礼拜五就好。礼拜五跟你讲什么？消息面决定一切，不猜。不赌，全部由市场决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做好资金控管，太弱留强。我留的股票到这个礼拜一路大赚，我这个礼拜买的股票，这个礼拜全面大赚。老师，你买啥？买贸易大战概念股啊！老师啊，那我这种股票，我待会证明给你看。来，你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会怎么做啦？不猜不赌，全部由市场决定啦。来，礼拜一大跌，礼拜二，礼拜一大跌154点哦。礼拜二再大跌195点，开始大逆转，对不对？那一天一大早跟你讲说要跌升反弹了，我那一天早上 LINE 里面一定有讲啊，好，我当天有跟你预告要反弹。问题来了，他为什么反弹？重点是这嘛，因为他当天没有翻红嘛，其实他可以翻红嘛，什么盘的强跟弱你从当天就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一波是反弹没有错，可是那个反弹的力道怎么样？很弱。为什么？老师你有够吗？因为它没有翻红，所以这个东西决定反弹的力道啊，你怎样一就弱的很弱，所以这个反弹啊，这个反弹啊，一定只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昨天有没有反弹？我们来看一下台股昨天有没有反弹？昨天有没有反弹？有啦哈、哦，这一天跟你预告哈、哦，会反弹哦，可是反弹的力道很弱。好，隔天有没有反弹？有啦哈、哦。昨天叫去去我们拍下来，剩40点，今天你开始抬，老师啊，今天又跌80几点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我没有讲在前面吗？好，你说老师啊，前天的事情啊，来，这是礼拜二的事情啊，你知道啊，你知道它是弱势反弹，弹起来不对的股票要先跑。好，重点来了，我昨天又跟你讲什么？你要知道嘛，美股大跌之前，川普说全面加税。哇，有多恐怖就有多恐怖，对不对？然后大跌后，台美股大跌617点，他说什么？贸易战是一场小争吵，我们在进行良好的对话。我讲那个整笑哎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这样跟你讲的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讲吼，如果是这样，代表他会怕，可是怕没有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可惜啊，他不是正常人嘛，他不是正常人嘛，他不正常嘛。好，所以。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嘛，所以他讲这两句话是在敷衍各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叫弱势反弹。所以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怎么样？今天跌86点，你根本就奇怪吗？我之前就跟你讲了，你一定要去搞懂外资在想什么，川普在想什么 ，FDD 在想什么。当你搞懂了，啊，你什么都不用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次的大波段行情都是修正完。就会展开大波段行情，那重点就在于什么时候修正完，你掌握那个点，你就可以大赚好几倍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有没有告诉各位？好，我从上礼拜哦，从礼拜一路讲到礼拜五，你刚才你不爱醒呀，老师啊，真的会吗？真的会吗？好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外资一天卖100亿，我假设哦，老师你还在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他不会一路卖，可是重点来了，他一定会卖，他一定会卖。你怎样外资要卖，你嘛怎样台股卖落啊？会找一大堆借口告诉你他要跌，我都有跟你讲哦，我都有跟你讲哦。请问你会怎么做？你拢已经知啊哦，什么叫做看到未来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为什么我能做你的靠山啦？为什么我能做你的靠山啦？为什么啦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未来，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都看得到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你看我节目的原因嘛。同样的道理啊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
我有没有叫你把鸿海卖掉？ 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没有任何打压的意思。如果你有鸿海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把我看到的告诉各位，我是希望你在高点把它卖掉。好，不是要告诉你它很差，它很不好，它很好，它很好。我在想它很好，但是可惜它要跌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在这里跟你讲，可以买，飙到这里，全市场所有人啊，连外资机构八大外资机构全部调升平等，对不对？专期就跟他挖工也抬啦，只有我告诉你他要杀了啦。4月18号是不是利多？郭台铭选总统，鸿海目标价调升，所有外资机构全部调升平等，有没有？我给用利多出尽，准备要大跌了，有没有？然后跌到这里，我跟你讲要反弹了，弹完弹完弹完还要再杀，所以当天我跟你讲要弹完还要再杀，弹了这弹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开始要这一天哦，我就跟你讲开始要杀了，我全部都讲在前面，我都是事先预告，现在跌回来了，有没有？又是一场空啊！啊，老师被跌回原点啊，老师，啊，要跌到什么时候？跌到这里就不会跌的啦，跌到这里就不会跌的啦。啊，问题来啦，你买这干什么？你买了你又不卖啊，结果又跌回来了啊，不就奇怪吗？就可惜对不对？所以你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哦。好，重点来喽。川普先贸易大战为什么有恃无恐？我都有跟你讲，我都讲得很清楚啦。经济数据太好了，声望太高了。我问你，我只跟他问你一个问题啦：什么有谁强迫川普去打贸易大战吗？没有人哦，这是他的政见，他本来就是要先贸易大战，对不对？好，问题来了，他先贸易大战本来就是他的政见，他要去执行。问题来了，他打贸易大战声望越来越高，按理说他要不要打？他一定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定会打贸易大战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他有恃无恐？其实他很怕美股大跌，所以他在打贸易大战的时候，讲一些有的没的，有没有？包含前两天嘛，还讲什么？他找了一个借口跟理由跟你讲这个嘛，我说这个敷衍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他不是进雄狼嘛，没有那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强调一遍，他会怕美股大跌，但是他还是要先贸易大战。他难道不怕美股崩盘吗？因为他有杀手锏，他有秘密武器啊，就是 FED 啊，他手一定会伸进去，你放心，你相信我，未来一个礼拜之后，只要美股大跌，他一定会怎么样？他一定会怎么样？然后报纸都会爆出来啊，你信不信？什么叫做看到未来？就是把未来一个礼拜后报纸会爆出来的东西，直接在这里跟你讲，这个叫准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强调过，我讲过了嘛，大修正它还是多头，可是多头它不会永远都涨，它是大修正，所以你要等什么？等机会，找机会大干一场嘛，因为只要找到这种机会，一倍就是几十倍，不是一倍哦，可能就是好几倍哦。我问各位，这个不可能只赚一倍，这个从这里上来最少赚好几倍啦。拜托耶，五个月四个多月飙四个多月，随便赚到好几倍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在这里大干一场？很简单，去年底我跟你讲要火箭升空了，底价1月4号满贯全力打，不甩大跌，全力扫货，台股暴跌，美股也暴跌，我在这里买股票，谷底要勇敢的扫货。请问有谁敢在那一天告诉你它是谷底？底价告诉你它是谷底，没有人哦。后面跌就买，跌就买，跌就买，一路一路赚上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我就不赘述了哦，我不讲哦。你不是等到经济数据哦，老师 啊，为什么要一直买？很简单，因为经济数据很好。你不是等到经济数据出来，哎呦，老师就后悔呢，今天就后悔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都不是重点了。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会好了哈，因为 AI， 川普也要做 AI， 中国大陆也要发展 AI。有没有？郭台铭选总统，他也要发展 AI， 所以问题来了，什么叫做 AI 独家全国制霸？你有看过哪一个分析师讲 AI 讲半年的？我老师啊，真的假？大家都在说 AI 哦。微软、广明就不用再讲得太远了啦。我问你啦，威盛你有没有大赚？包含前面齁，我所有人全部都赚钱哦，全部都卖掉喽。老师啊，有影不？狂飙44%，我都有讲，我跟你讲，兄弟家，喷出好，喷出之后。3月19号最高点赚够就好，别人要通通送给他。我讲在前面。好，你有看我节目你就知道齁，广运喷出卖掉，我讲在前面，我卖掉，两天后跳空涨停板啊，拍谁啦齁，
和你减碳呐哈，一定大赚，我所有会员全部大赚出清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有哪一档没有赚？我都是 keyboard 谈老师啊！啊，最近你甲讲啥？够谈，够不谈？台股贸易大战呢，赶快转播拢大谈，大拖。老师，你敢有讲？你敢有预告？霸王龙大标股要喷啊！来，我实在是吼懒得吼，每天先涨停板给你，每天吼翻涨停板给你看呐、啊。啊，你讲我这么个都有叫解波谈了，我都一个波谈了。来，什么时候？就在台股哦，要涨不涨，要涨不涨的时候，它狂飙53%。他狂飙53%，我在这里讲，老师你有讲吗？麻烦导播 VCR， 买金啦，所有人都买这支啦，都买这一支啦，都买这一支啦，它叫霸王龙大标股啦，我就带你买这支，所有会员拢中有啦。来，我们来公开哪一档股票？大拓 KY， 大拓大拓，来，免卡嘛啦，来。底部都没人要，老师啊，底部没人要，我要，我就带你买这啦。来，为什么要买？老师啊，那有可能来买这种股票，你也袂顶袂当的股票，对冇？哇，来来来来，三尊头肩底，准备要喷出的，这个叫起标点。来，一个啥？一个啥？霸王龙的标股，这支股票，它就是要狂飙大拓。欢迎再回到现场啊！阿、啊、你有大谈无？我讲过，我讲几百遍啊！只要你有来，你就赚得到；只要电话拨得通，你有来，你就会大赚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赚？你来提到的各位啊，老师好好赚哦！你就算你哦，不好意思，有些人啊，真的就真的是会不好意思，无功不受禄。你看我节目，你总该大赚了吧？你别讲看这部吼，逐天看，逐天看，哎呦，哎，这老表恭喜哦，恭喜哦，逐天咧恭喜，我嘛唔知你咧恭喜啥咧。53%，吼、哦，哎呦，怕落来哟！老师，贸易大战，请问你告诉我，5月6号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，闭上眼睛买都会大赚？它是跌下来，我跟你讲，闭上眼睛买都会大赚哦。然后连5号、6号、7号连续3天跟你讲，无讲，看你要安那弄会当啊？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可不可以？5月6号直接预告，没有人要，我要闭上眼睛买，通通都会赚。拜托你去看一下我的节目好不好？你去看一下我节目好不好？5月7号，狂飙，狂飙，台股暴跌，创。台股创波段新低，我的大拓又喷出了，风雨无阻就是要喷。台股暴跌155点，差一点又涨停板，惊死人。台股跌一路飙哦，继续飙飙不停，有没有？再创波段新高。然后我跟你讲什么？会震荡，震荡你不用怕哦，因为它遇前高，它一定会震荡了。好，请问你有没有震荡？请问有没有震荡？有震荡，你要不要害怕？不用害怕，反正我全部都赚钱啊。哦、啊，我再强调一遍了，我再强调，我不相信你有买啦，老师啊，这样哦，就强的啊，那有诶无诶？请问你告诉我，你会去买吗？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去买。正常人这里通通都卖掉，对不对？真正会飙的股票啊，散户一定都不会有啦。这些都不是正常人买啦，一定不正常的啦，不是常人啦。啊，你听有无？只要你有来，全部都大赚啦。啊，重点不是这啦，重点是我还没有看到它真正的喷出啦。你说真的啊，说假？安呢？你说你还没有看到它真正喷？我真的没有看到它真正喷出啦。我只问你啦，谁会在这里买啦？老师，像你底下买，绝对不是你，绝对不是你。老师是不是大股东？也不是。为什么不是？我只知道公司派持有80%啦，加上法人也持有8%啦，加起来88%啦。欸、你就穷博老师啊，大股东加法人只有88%啊，他们都不怕吗？来，昨天公布了哈，85大拓首季的获利大喷发，惊死人！单季狂赚1.38元啊！本来我们预估只有1块钱哦，1块钱已经很恐怖了，吓死人哦！是去年因为业外，所以赚的比较多一点点。可是我中间再强调一遍哦，如果是本业，他没有赚过这么多钱啊，他狂赚1.38元，吓死人！去年第一季的本业是赚这样子，今年第一季全部都本业哦，全部都本业哦。1.38元，破世界纪录，大增1.3倍。哎，拜托哎，去年赚这么多，今年赚更多，大增1.3倍，这是第一季哦。什么叫做第一季？知道了哦。首季就是1月、2月、3月的营收加起来，合计获利赚多少钱？获利破纪录。好，4月份总店来哦，第一季赚这么多钱，4月的营收又破3亿，继续创历史新高。而且重点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它还在持续成长，你知道对我多恐怖吗？保守估计今年要赚这么多钱，4月营收继续改写历史新高，
有哪一家公司可以二月、三月、四月首季累月全部人收通通创历史新高？为什么我的看法没有改变？老师啊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只讲大拓？还有没有别的？有。贸易大战概念股，老师啊，哎呀，贸易大战等个讲个咩事？你个咩股票？我跟他买一支啊，泰丰啊，泰丰啊。来，我们先看今天了哈，我们先看今天了哈。今天你台啊，大家讲个咩事？对不对？来，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？哎呦，老师啊，泰丰跳可怜呢，哦，喷出呢，真正喷出呢，我真正就拍死，我会完，大家拢赚钱，大家拢赚钱啦。没一个没赚的啦，啊，老师你给我预告，赶快麻烦导播，不是啊，就这一档史前霸王龙，这支股票无论涨跌都要狂飙，为什么我要买？为什么传你买这支股票？来，什么股票？泰丰，老师啊，贸易大战概念一点关系都没，为什么这支股票无论涨跌都要狂飙？为什么要买？为什么？来，是半年大底的颈线，哎。站上去不下来，贸易大战它还跌不下来，代表要喷了嘛，所以我跟你分享这支股票嘛，我跟你分享嘛，林老师，你没有买在最低点，我不敢再强调一遍啦，这种行情哪有最低点的股票啦，这个要喷啦，要喷啦，半年大底的颈线，这支股票无论涨跌都要狂飙，泰丰，欢迎到我要现场，这么的敢有人没谈，还有人没有赚吗？没有赚，真正爱去弄表，我爱去弄表了。我讲的话你用听拢无，我嘛无法度吼。来来，安尼看有无？安尼看有无？昨天拿泰丰，今天赚涨停，这是礼拜二、礼拜三。我跟你讲什么？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哦。我节目上跌，我还是跟你讲哦。哎，尾盘还是拉上去呢，收高呢，还是收高呢，还是收高呢？有没有？今天呢？你管今天大跌，今天大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贸易大战受惠股。又去喷了，个喷啊！老师啊，救人哦！你的股票那也这高喷啊，你的股票那也这高喷啊，一样让你大赚。只要你有来，只要你有来，不用管行情好坏，照样大赚。安尼对不对？安尼有赚无？老师啊，我吼要靠股票套牢怎么办？我告诉各位，我已经输很多了，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告诉各位，你不用想那么多，你也不要客气，今天你一定要来，因为我要帮你反败为胜。这支股票你今天一定要来拿，只要你有来，再讲一遍一遍，只要你有来，你就赚得到，因为拿到就是你的，再强调一遍，拿到就是你的，只要你有来，超级喷射机今天要跟你分享，太惊人了，老师啊，一开场就跟我讲太惊人，它是什么样的东西惊人啊？超级喷射机耶，超级喷射机耶，即将强力大喷射啊，准备要喷啊，准备要狂喷，准备要飙的股票，超级喷射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，背后爆炸性的利多，准备要引爆咯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已经跟你讲了哦，我没办法告诉你什么原因，我只能告诉你它背后的利多准备要引爆了，一旦引爆，买都买不到，老师来来都买不到，来一直造，一直喷，一直喷啊，真的都买不到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等到买不到，现在你买得到，背后的爆炸性又准备要引爆了，挑战狂飙的最大极限。我跟你讲过啊，我们之前跟你讲，这个其实我不想讲啦，泰硕跟你分享的股票底价飙了快一倍，更早之前微软也超过一倍，之前这广明也这样子飙，我告诉你，这都不算什么，这支准备挑战狂飙的最大极限，它准备要。火山大爆发了，它叫做超级喷射机。我告诉各位，你今天你一定要来听这支股票，因为只有它可以帮你逆转胜、反败为胜，帮你从赔钱变成大赚，从赔钱变成大赚，逆转胜，超级喷射机挑战狂飙的最大极限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，今天只要你电话拨得通，它就是你的，直接送给各位，一就是你的，免费哦，免钱哦，电话只要卡得通，直接送给你，打电话进广告。决胜188专案，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，卖在别人不相信的高点，
把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胜利专线028512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8512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，规划全方位的理财策略，掌握全世界的经济脉动，启动全市场最严密的机制，创造全市场最耀眼的绩效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。决胜188专案，买在别人不该买的低点，卖在别人不相信的高点，把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胜利专线0285125858。与适度运动，均衡饮食，二多三少，戒掉烟与酒。Control 真患病，听医生的话，早晚量血压，抗制药达标，对抗沉默杀手，谨记血压三 C 管理。飆股特快车，欢迎再回到现场哦！如果你都还没赚的，拜托一下，麻烦你做一件事情，赶快来。你不来，我不知道要给你怎样给你倒沙缸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只要你有看过明松的节目，你只要有持续看，只要你支持我的，今天都可以打电话来，赶快来拿这支股票，好不好？不用想太多哦，麦克客气哦，不要客气哦，客气探客气探没丢机，你手不伸出来，我永远帮不上你的忙，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你是谁，对不对？你今天电话卡过来啊，我就跟你分享嘛，我就跟你分享嘛，我没有要收你任何一毛钱嘛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，有钱大家一起赚。有钱大家做杯谈，只要你有来，什么都不要想啊，只要你有来，你就赚得到。就像我跟你讲的大兔，有哪一个没大赚？老师，台股在横盘，台股在那边要涨不涨，要涨不涨的，我不要别狂飙。老师，台股崩盘，它继续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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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，太奇怪了吧？怎么会有这种公司呢？大股东、董事长、老板、总经理，公司好不好谁最清楚？一定这些人嘛。哎，你会觉得很奇怪啊，老师啊，这些人他们怎么持股这么高啊？你一定都想象不出来嘛。那么老师，八成的这间公司有八成拢赢的呢，都他们的呢，那他都不卖的吗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其实有些东西哦，你看他的财报你就知道了啦。他第一季赚多少钱？单季狂赚1.38元、啊、如果你自己你的公司这么好，你会卖吗？你连卖都不想卖，对不对？最好全部都是我的，这间公司叫探钱，我只要这间公司是我的，我每个月赚钱，每年赚钱都是我的，对不对？狂赚1.38元，第一季狂赚1.38元哦，而且四月还在破纪录，还在创历史新高哦，还在持续成，代表它还在成长哦。所以如果照这样下去，那脉动成长不成长？赚这么多啊，再成长下去呢？我实在不知道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，太恐怖了，太惊人了。因为它四月营收又创下历史新高了。你去看哦，一家公司从二月、三月、四月首季累月全部改写历史新高，这种这种公司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分享这支股票的原因啊！我要跟你分享的一定是全市场最棒的股票，这就是我，我要让你看到未来。什么叫做看到未来？就是未来有大幅成长，成长空间无限大的股票，跟你分享。这种股票就算有震荡你都不用害怕。同样的道理啊，贸易大战又怎么样？贸易大战我们就找贸易大战概念股啊。我这个礼拜带你买这支股票啊，我不是大家很股票，哎呦，股票又飙了，股票又飙了，骗笑的，对不对？我买什么我就跟你讲，我买什么啦。你说给老师，今天台股大跌86点，跟你什么关系？继续喷啊，继续谈啊，继续谈啊，一样让你大赚啊，只要你有来你就赚得到啊。还没赚了怎么办？今天你一定要来。你说老师啊，这一波、哦、让我伤得太深了，这一波我都不知道买什么。没有关系，
包含你前一波没赚的，这一波你一定要大赚。我跟你分享这支股票，它叫做超级喷射机，太惊人了，即将打力强力大喷射，准备要喷射的超级喷射机，今天要送给你。老师，为什么它要喷射？为什么我要来拿这支股票？很简单，背后爆炸性的利多即将要引爆了。我不能跟你讲什么事情，我不能跟你讲什么事情，可是我知道，我只能跟你讲背后的利多准备要引爆了，挑战狂飙的最大极限。大拓的边讲啊，在前面我跟你讲的太硕，恐怖恐怖，哎，快一倍，快一倍哦！我告诉你，这波剩啥？什么叫做挑战狂飙的最大极限？超级喷射机，你自己来拿，直接送给你，他准备要火山大爆发了。超级喷射机今天跟你分享，只要你有来你就赚得到，只有它可以帮你逆转胜，逆转胜，反败为胜。超级喷射机今天不限任何名额，我要送给各位，不限任何名额，电话只要拨得通，只要你有来，电话开通，即将送给你超级喷射机，赶快来拿，送给各位，打电话祝各位投资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